不完书。嗯，然后、你们一个年级挑一个班是吗？对对对，今天没看过。而且一年级数据比较少，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一年级借的书都是绘本类、他们看的书的速度也。没有特别需要去延长时间。那像我们一次是借三本嘛，比如说你可能假设三本对你来讲，可能如果全部都是，比如说因为你们毕竟中高年级看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的是文字多然后内容多，你可能自己可以斟酌一下，我一次是不是就不要借到三本，我可能借完这一本看完我再看下一本。那至于这个第二题提到这个借阅日期，从七天改的时间电脑是可以设定的。那这个是当初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应该是考量大部分人可以看的时间才去设定七天。那当然如果说你们的建议跟你们所收集到的问卷普遍来讲是十天，我们当然可以跟主任这边再做一个讨论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完全不行改。那当然如果你们的建议是很好的，然后大家也大部分人都同意的话是也 OK。 其实预期的话很多都是借的不见得有看，那或是说有的真的预期很久，那个催书通常礼拜四固定催书是都大部分催的回来，少部分可能他没有带来。那你们还要问吗？